干嘛还派人盯着我师父家呀？我说，不会是你们害死了我师父吧？啊？戴天礼，叫你一声大杆子，那是缘分，也是我们杆子帮的命。谁让打狗棍在你手里来的？你不能这么信口开河，污蔑我们杆子帮。杆子帮行的是侠，仗的是义，就不会干出伤害朋友这种事儿。你急什么呀？我这不是问你话呢吗？你为什么要派人盯着我师父家？我们徐长老跟常长老跟着郭大鞭子一起出去管闲事儿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两位都是杆子帮的前辈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作为杆子帮的大监管，不把这个事儿查清楚了，我对得起祖师爷吗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贵帮的两位长老也跟着我师父一起出了事儿，是吗？三个月前，常长老来向我通报，说郭大鞭子请他跟徐长老一起帮忙去管件闲事儿。我知道郭大鞭子跟侯大哥是朋友，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准了，让他们去了。谁想到两位长老去了就没再回来。不对，我师父被挑断了脚筋，又活了两个多月，你为什么不派人去问呢？谁说我没派人问啊？扯淡！你问了我师娘都不知道啊，我干嘛要让他知道啊？我们杆子帮有我们杆子帮自己的当。不用问，肯定是给我师娘下蒙汗药了，对不对？行，你说，我师父怎么说？他因为什么事儿被人挑了脚筋啊？他当时就说一句话，说对不起侯大哥，对不起我们杆子帮。别的是紧咬牙关，一个字儿都不说了。当时气死我了。四爷，有一个叫四爷的，是会看病的郎中，认识吗？热河的郎中可不少，但敢称爷的没几个。财神，啊，您是叫财神吗？哎，我是。财神兄弟，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找这个人。我知道你手底下人多，我师父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得找着凶手，给我师父把这个仇报了。叫四爷的这个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，找着他。如果您要是承认您是大杆子，这人明儿我就能找着。兄弟，两码子事儿，可以当一回事办。兄，大少爷上咱家来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招待的呀？我给他盛了三碗米汤。盛。大米小米啊？高粱米的。高。哎呦，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你不知道咱家那高粱米搁了很多年了吗？这是长得虫比米粒都多。那怕啥的？我说戴大少爷喝的那么香呢，原来米汤里有肉味儿。嘿，你这丫头，我揍你！我揍你！娘，我是你亲闺女，不是捡来的，你咋说打就打呀？你出去喝喜酒，酒醉误了事儿，闺女帮你把事情办得圆圆满满的，你咋还要打我？你打，你打，打打打！我不是吓唬你吗？你说，咱家又不是没茶叶。你拿一个生了虫的米汤招待人家，说出去你就不怕人家笑话？铁王爷家倒是有茶叶，还说是皇上亲赏的。我看戴大少爷不太爱喝。哎，秀儿，你跟娘说说，铁王爷见了戴大少爷，拿了那么多的礼品上门，是不是乐疯了？有没有说什么疯话？格格，格格出来了吗？那个格格呀，七姑。哎，七姑，谁呀？七姑在家呢吗？哎，在呢。哟，铁王爷，是您呐。哎，王爷，您这是？这
戴家送的聘礼，连头聘都带来了，六礼齐了，还得劳驾的齐鼓，退回去吧。王爷，哼，我和七姑说了半辈子没了，从没听说过六礼齐全后给人家往回退的，为啥呀？为啥？为啥呀？退了吧，铁王爷，您家格格多大岁数？哎，不是你整天三番五次的求我，让我给你闺女找一个好人家吗？是是，还是我闺女这门亲啊，还得拜托他七姑，把戴家那礼呀给退了，那家立马就上门求您。那家。七姑啊，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？还说自己是神仙呢？啊呸！戴老爷，我啥也不说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会遇上铁王爷这么个老不要脸的。那我也是说了半辈子没了，从未遇过这么丢人的事儿。得，您骂吧，您骂什么我都听着。啊，还有，这是您给我的赏钱，我全部还给您。往后要是在大街上您遇见我，我指定绕着走，绝不让您看见我添堵。何七姑，我们老东家请您去一趟。你们老东家哪位啊？洪盛堂大药房那老爷啊。那老爷请。他七姑啊，这是给你的赏钱，不比对门老戴家给的少吧？我跟老铁有交情，商量了，三媒六聘太麻烦，六礼合一，明儿个就请你去带路，让我儿子认认他老丈人的家门。那老爷，您这是要给哪位公子说亲呢？我就一个儿子，那秃噜。拿秃噜，那老爷，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拿秃噜不是早就成亲了吗？十年前我给保的媒啊，休了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就今儿个，这不要去铁王府提亲吗？就把之前的那个给休了。哎呦，那老爷子，您这事做的可真够损的。没错，我是个媒婆。我就靠给人说亲领赏养家糊口，可我已经拿了人家戴家的钱了，我就绝不能再拿您的，甭管您给多少。没听说过一个媒婆同时给两家说一个闺女呢，天下就没这理儿。那老爷子，这事儿啊，您另请高明吧。再来，戴老爷，按理说这媒婆呢，不该挑唆闲事儿。可今儿这事儿，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刚才铁王爷跟我说，说是，退了你们戴家的亲，那家立马就会来找我。我以为是铁王爷抽大烟抽多了，糊涂了，说浑话呢，没曾想，这是真的。你说，这事儿跟对门那家有关系？我刚才跟您说过了，您骂我什么我都听着，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了，你们戴家这门亲事说不成不赖我和七姑。娘，您别发那么大火，您不也说了吗，铁王爷抽大烟是个大烟鬼，你跟个大烟鬼论得着理吗？不值当的啊。
这个事儿吧，怪我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一上来就给戴大少爷说的是玉格格。你说格格他爹虽是个大烟鬼，那也是正经八百的王爷呀。在热河，想找这么个家世的，哪儿还有啊？再说了，那玉格格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，戴大少爷还跟他见了面。 热河再也没有比玉格格长得俊的姑娘了，怎么没有？哪儿啊？我呀。<笑>我说你个小骚蹄子，你，人家是金枝玉叶，你就是一个烧炕的柴火，你能跟人家格格比吗？我体格比他壮实，比他能干活，比他能生娃。嘿，我的娘啊！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羞没臊的玩意儿呢？怎么了，娘？我也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，我看戴大少爷挺喜欢我的。呸！什么呀？什么就喜欢你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，我把你拉扯那么大，我容易吗？我指望的是你能给我招个上门女婿给我养老呢。戴家是什么家世啊？能看得上你？戴老爷子可还健在呢啊！ 戴大少爷能抛下那么大的家业给我一媒婆当上门女婿，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吧你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我什么时候孩子了？您休了我，我认。可是您别让我回娘家行不行啊？我就留在家里当个下人，我一定好好伺候大少爷，好好伺候老爷。 我们家有的是婆子，还用得着您？格格马上就要进门了，你老赖着不走，算怎么回事？公公，是啊，公公，公公，我求求您了。回去啊，跟你爹说，他种我们家那几亩地，往后啊就不用再交租子了，哪天呢让他来找管家，重新写个地契，那几亩地啊就归你们娘家了啊！快谢谢爹。 谢谢公公，我谢谢。走吧，有了这几亩地，你回去了，娘家也没人敢欺负你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公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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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少爷，听我说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做不了我爹的主。不过你放心，等过了两年，我一定想法子把你再接回来。 什么狗屁哥哥，他爹就是个臭大烟的，我就不相信了，他进了我那家的门，能坐得了我的主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，大少爷？我还能骗你吗？你想想，你不生孩子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十年了，我没把你休了，我还能骗你吗？走吧，啊！大少爷，走吧。 大少爷，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敢忘。我回了娘家，无论受多少苦，我一定会等着大少爷的。 怎么了？你说这个何七姑太不识抬举了啊！一个媒婆子，她敢撅我的脸？哼！哎，那多罗，爹，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啊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那些虾兵蟹将，在承德街上不管什么事儿都能够整明白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何七姑气死你爹？爹，瞧您说的。 不就是一个媒婆子吗？吐了我去看看，气死我了！嗯，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虾米啊！啊，有几天没见了吧？是啊，大爷，前两天兄弟身上不舒服，没来给你请安。没来给我请安，那没少给戴铁礼请安吧？哪儿的话呀，大爷，那兄弟对您是忠心耿耿啊。是吗？大爷。
这套，我知道你小子早就投靠他了。哎，说说，戴天理对你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呀，我就是有一百张嘴，我也说不清楚了。他戴天理他什么东西呢？我确实去看了他一回，可他戴天理真不把我当兄弟啊，连打带骂的，呸！听说前两天他师傅死了，活该！你说他亲爹怎么不死啊？行了，夏明，你说你老大不小了，怎么不弄个正经的买卖干呢？啊，老是这样混下去，什么时候能混出个人样来？这死赖赖六猴子，他们嫌我岁数小，啥都不带着我。其实兄弟我不怂，就是在那爷您面前没有露脸的机会。现在就给你个机会，愿听那爷吩咐。小虾米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哟，小妞儿，嘛去啊？你们是干嘛的？找你娘说媒呀。你虾米爷爷我二十好几了，还没说上媳妇呢。你娘不是神仙吗？让你娘给我找一个呗。虾米大哥，还找什么呀？这不是现成的吗？嗯，就是。让你娘做媒，把你说给我得了。来，抱抱。哎，别走啊！出来，出来呀！别走啊！出来呀！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想干什么？晒太阳？怎么着？你们家门口太阳足？不行啊，想打人是吧？来，往这儿打，往这儿打，来呀，来！臭娘们儿，嘿，退了，退得好！混账，这是我们戴家的奇耻大辱，我们戴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爹，真要是娶了那哥哥，那才给祖宗丢脸。怎么了？那哥哥怎么了？哥哥长得比鬼还难看，这跟好看不好看没关系。您最近没去那铁王家吧？您快去看看吧，多好的一个家呀，给败露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。再怎么着，人家也是个王爷；再怎么着，他也是王爷的闺女格格。行了，快别再提那格格了，那身子板瘦得跟驴皮影似的，巴掌大点风就能吹一跟头，到素质差。你再听他组织，咋的？提一下咋的？这还没过门呢，就给我讲他当年有多少个奶妈子，多少个婆子伺候他，啥意思？那不就给我递话的吗？将来嫁到我们戴家，也得有那么多人伺候他，是吧？就不能惯他这毛病。再说了，就那身子板，你还指望他给你生大胖孙子？我看看瞧。那要退，可以退，但要退也得我们退呀。啊，礼收完了你就再退回来，我这脸往哪搁？今后我在街面上我怎么见人呢？不行，我得带上何七姑，找他说理去。哎哎哎哎哎，爹！爹爹爹，奶奶来了！爹，老爷！哎呀，我的亲爹呀！你不就是去找一个铁王爷治愈吗？还抡着个大刀？我心里清楚。铁王爷刚退了我们家的亲，立马就接了那家的。那麻子诚心给我作对，他欺人太甚。今天我不把老贼一刀斩为两段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哎呀，行了，爹，我刚才在屋里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就没瞧上那玉格格。我要玉格格可以，不要脸面不成？赶紧把刀给我扔！这就是您的不对。我娶老婆为什么？为了给戴家传宗接代，不是为了脸面。你知道什么？初六是个好日子，知道吗？我请人算了呀，我不让那麻子给占了呀。初六，那麻子的儿子娶媳妇儿；初六，我儿子也得娶媳妇儿。我要去。老爷您吩咐，马上去找何七姑，跟他说。立马给我儿子找一个比玉格格好100倍的媳妇儿，我儿子初六成亲。哎，找何七姑干嘛呀？啊，找他给你儿子说媳妇儿啊？
他早就不干这买卖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他一媒婆不说亲，干啥去了？带着他闺女开暗娼了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儿子也想找个婊子，你就找他啊！你要是再敢来，我打折你的腿！给我娘，你别出去，娘！还见到他，他们说什么你都听见了，我跟他们拼了！娘，别出去，别出去，我害怕。哎，我受了半辈子的苦，我的名声就让你这个畜生给毁了。前些天你喝多了，没给闺女梳头，对不住闺女了啊！是闺女对不住爹。这话怎么说的？我看得出来，爹想娶娜家的大姨，都是因为我没娶成。以后不许再这么瞎想。这个还给爹。这个怎么在你手里啊？那天爹喝醉了，扔了。爷爷捡着了，就给我玩，还说不许再让您见着。我想啊，这是爹的东西，我不要，应该还给爹。哎，我记住，我摔了它了，怎么没碎呢？奇怪，这个东西还挺结实啊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哎，不是让你爹喝鸡姑去吗？怎么自个儿回来了？请不来啊。请不来，架子还这么大？不是，老爷，有一群无赖啊，围在七姑家门口，那来的人根本就进不去。还有就是，他们说那话也忒难听了。说什么？我说不出口。说。看看去。不是，老爷，老爷您别拿刀啊！老爷，别跟着我！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咋回事？大少爷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老爷出去了，他拿着刀去的，我这拦也拦不住啊！呆，大胆毛贼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家良家妇女，成何体统？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哟哟哟哟，这是谁的裤腰带没系紧，把你这个老东西给吊了？你什么你啊？你拿个破刀片子，你吓唬谁呀？你不是带大刀吗？谁不认识你啊？哟，辫子呢？这平日里一甩一甩的，这捞着谁就砍谁。你倒还是前清呢，现在是民国了，人人都有人身自由，我就爱在这儿待着。怎么了？你个老不死的，有本事你奔你虾米爷爷脑袋上砍一砍来！我看民国政府不枪毙了你，我砍死你！哎呦，不能给我撂倒了！不是他尝尝虾米爷爷的厉害，这老东西他不知道要脸。我打死你！我。急死你！我。对。哎呀！哎，这个破皮，破皮！这里大哥饶命！这里大哥饶命！皮他黑，你刀一掌就够。行行行，说，是不是拿秃噜让你干的？不是，不是。你说，谁让你来的？我和七姑名正言顺的做媒婆，保了半辈子媒，成全的那都是喜事儿啊。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下了这么几个冤家。七姑，别怕，我们老戴家给你撑腰。佳敏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走正道，你就是不爱走是吧？就一定要捡这个下三滥路走，是不是？哎，天理大哥，我没想难为老爷子呀。那也说这个臭媒婆不听话，让我来收拾收拾。这没成想，这老太爷来凑热闹。果然是那。这个师弟可真不是个东西，去，咱把他给劈死！有
见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好比给我站住！别再追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小子打小跟我混过，要说学坏，我也有份儿。别再生气了，说到你瞧，找机会我再收拾他不就完了？戴老爷，戴大少爷，多谢呀！今儿这事儿真是丢死人了。这是我闺女秀，戴老爷，你们不知道，她刚满月的时候，她爹就被朝廷抓去做了苦力，在坝上活活累死了。我们孤儿寡母的总得活命吧，所以我才抛头露面，去做了媒婆。到今天也小二十年了，我没想到今天被这几个地痞无赖的臭嘴糟蹋成这个样子。七姑，别难受了。要说这事儿，也是因为我们戴家引起的，真是对不住了。七姑，您这媒还得继续做下去啊，赶快给我儿子找个媳妇儿，下个月出力就成亲，而且要找一个比王爷家格格强100倍的媳妇儿。成成成。爹，啊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怎么，你都快40的人了，还不该找个媳妇儿啊？请媒人说媒，那天经地义、正大光明的事儿。没什么丢人的，你把刀给我。不，你拎着个大刀，是请人家帮忙还是要劈人家？给我，走，回去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怎么了？我不走。哎，齐国，戴老爷，你那是神仙，承德街里哪家大小姐待嫁闺中，你心里最清楚，就在你家商量啊，今天。就把这门亲事给他定了。戴老爷，承蒙您看得起我，您不嫌弃，那就进屋吧。进来。戴大少爷，您请。快进来，给贵客烧水沏茶呀。我的大姑奶奶，谁招着你了？这是，哎，这戴天礼才把礼给送来，你就一样都没给我留，你全搬走了。你闺女我就只挣这一只耳环了，你让我怎么上花轿呀？你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别急啊，我是让人把戴天礼送来的礼给抬走了，可我没拿他换大烟抽去。我蒙你，我蒙你，我不是我额娘养的，你本来就不是人养的，是人养不出来你这样的，太不像话了。贵为格格，有这么跟阿玛说话的吗？是，我是让人把你抬走了，直接抬到他戴家去了。为啥呀？这戴天里人我见过，我乐意嫁。虽说人老了点，还有个闺女，可是人家也算是一表人才，家里还有份产业。姓铁的，你不会是抽他烟，你抽疯了吧你？你把这个家给卖了，你还不赶快把我给嫁出去？你想让我拿着铺盖卷跟你一起在大街上睡呀？我没说不让你嫁，我是嫌他送的礼太轻，啊，他戴着也太狗眼看人低了吧？啊，是。咱们家是败落了，可再败落，我老铁是王爷，想用这么点礼就娶我家格格呀？啊呸，没门儿！那你把礼给退回去了，那戴天礼他怎么说呀？啊，他认错了，我提什么他都答应了。明天就派人送厚礼过来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可是听说这个戴天礼的绰号叫戴野驴，倔着呢，能干吗？你还不信？他戴天礼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赔罪呀！你想啊，我家格格，
长得不说是倾国倾城吧，那也是国色天香啊。他戴天礼不是见过你的面吗？啊，那我怎么骂他都得听着。真的吗？哎，对了，那耳环我专门给他点了，让他给你打一份啊，足实点的。那分量轻了我可不干啊。又乐了。什么东西？还王爷呢？连闺女的耳环都买不起，管咱们家要？放肆！人家是格格，格格让咱们给打一副耳环，那是抬举咱。行了吧，爹，就凭老铁那个怂样，也不会有什么好格格。我就想不通了，咱家的货一直压在那儿，您不让往外运，这洋人又天天催着让咱们结账，您却在这儿给我娶媳妇儿，大摆宴席，花了那么多银子，为啥呢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民国说禁大烟，可是这东西抽上了，谁也戒不掉。这抽烟的人呐，只会是越来越多，能禁几年？早晚有那么一天，该抽他还得让抽。到那时候，咱们那家的洪盛堂大药房就改名为洪盛堂大烟馆。要想进咱们那家这抽两口，他得多揣点银子。为什么知道吗？那是因为格格嫁到咱们那家的门了，他想迈进这个门槛，他不得掂量掂量啊？哎呀，爹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要我说，您是我爹呢。哎，爹，他老铁的闺女一直嫁不出去，不会是个丑八怪吧？啊？我好像听说不丑。好看不了哪儿去。还有，还有，头道牌楼。老曲家的闺女，老曲家，曲文贵，是啊，老爷子，你别看他是个书呆子，可是人家现在不得了了，在龙化县当上副县长了。这个官要是按前朝来算，那就是七品。去去去去，嗨，好好的教书先生不当，当什么县长？真是，哎，不对呀。这曲文贵是出名的书呆子呀，钻了个书里边就不出来了，就是不娶媳妇儿，把他爹妈急得成什么样的。我记得那是光绪二十几年我才喝上他的喜酒啊，那要这一算，他闺女多大？哎呦老爷子，我说您的记性怎么就这么好呢？没错，他娶媳妇儿呢娶的是晚，可您不知道他的大闺女今年已经十五了。十五啊？小了吧？十五还小啊？我嫁给秀莎爹那年我也才十五啊。倒也是啊，当年我娶天理他娘的时候，他娘也才十六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合适，虽说老曲家当了什么这个民国县长，可是他们家家教有方，这出了名的。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，七姑，今儿就去说媒，他要是答应了，马上上头品。明儿我就让天理上门五里合一。成。爹，啊，我不着急娶媳妇儿，当着外人的面，也让我给你翻脸，那也用不着今天非得定下来啊，今天非定不可。我就抹脖子。老头，起锅。老
啊？您刚才说中那几个，我都没相中啊。儿子说了不算，爹说了算。七姑，就那么定了。老曲家的闺女。成。嗯，爹，那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心里已经有别的女人了。就给我把他忘了，我忘不了。我今天才相中的。嘿，我说你个大少爷，给你提个亲怎么就这么费劲呢？你说你心里已经有人了，你早说出来，害得我和老爷子在这瞎着急。您说谁家的姑娘？您说出来，我准保认识。您认识，还熟。谁？您闺女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觉得您家闺女秀人挺好。不成，不成。咋的？你觉得我配不上啊？配不上，配不上。秦姑，我是打心里喜欢秀。您刚才也说了，他爹走了也小二十年了，算一算，他今年也二十了。您保了半辈子的媒，您跟我说说，想给他找个啥样的？我就这么一个闺女。我不能让他随便嫁人，我要招个上门女婿。上门女婿，那上了门就得改姓。没错。那我戴天礼是不配。娘，滚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秦姑，您发那么大火干嘛呀？我明白了，您为什么一定要招上门女婿？您保媒拉纤，一年没少挣银子。就是招了上门女婿，你养得起，对吗？那是，我养得起。您以前是养得起，可您现在呢，得罪了拿秃噜，看那架势，他要砸你的饭碗，没日找你保媒拉纤了。你养得起您的上门女婿吗？七姑，我说的在理。我是真心喜欢上您家闺女了，但是我不能给您做上门女婿，我爹还指望着我给戴家传宗接代呢。这不，秀秀在这儿呢，麻烦您跟我问一下，她愿不愿意嫁给我戴天礼？要是愿意，我把她娶过了门，我把您也接过去，我给您养老送终，成吗？那大少爷，娘，我愿意。爹，说句话呀！你看这弄得跟唱戏似的啊！哎，对了，七姑，忘了告诉你，如今我们戴家，天理说了算，他刚才说的这些，全都算数。我就想问一声，你说我们戴家的聘礼，什么时候下合适？这事闹的，这事闹的，这事闹的，这事闹的。我蛋呢？就你这长相也敢露脸，去死吧你！那爷，那爷，要是他戴天礼他不来，我一准儿把那个何七姑给收拾死。那爷，你也知道，就我这本事。我哪是他戴天礼的对手啊！那戴天礼他可太狠了，他差点把我的肋骨都给踢折了。大爷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！那个戴天礼让我跟你传话，说他早晚有一天要把你给大卸八块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不敢。我让你说。那个戴天礼说，他早晚有一天要把你给大卸八块。再说一遍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
从此来去匆匆，深情的回望，留下多少惆怅。心里有灯不怕黑，心中无愧出生。